另外問一問嗰啲食品控制或者嗰個質量嘅問題，因為阿媽成日話：哇，啲大枝咁大，即係有輻射㗎咁樣，咁點樣控制公司嗰啲食品呢？輻射問題咧，即係我想講咧，喺生日之後，其實食環署其實做一個到今日都未停過嘅，只不過當時嗰個比率好高。一個貨櫃裏面會抽可能3000箱貨就會 抽到有100箱貨，現在大概一個貨櫃抽5箱到10箱貨，是全檢的輻射檢查，我們自己都做的，我們自己都做輻射檢查。在這方面日本政府很嚴格，在那個清關手續裏面他自己做的，他不想丟架的，除非呢人呢 在第二些跳了去第二些地方，那些地方是不理輻射檢查的，那再出來香港，不過沒有人敢做的，是啊，這個這方面香港政府把關把得很嚴，OK，是啊，那就很放心不過有很多人都覺得政府是不是問題，不過這個我覺得在我自己親身經驗來的，它很厲害，我們每個禮拜都有食環署的那個幫板來我們這裡，帶一隊兵，以前是一個禮拜來3次，後來一個禮拜2次，一次是10多人，因為我哋貨櫃多嘛，咁你全部檢查。而家每個禮拜第一次都要4-5個人，咁嚟 check 所有嘅貨。check 完咧，合格報告出咗，放行噶，真係手續依足噶，而家都係，係啊。信心嗰度都非常之好。喺我嚟講，政府埋單嘅，又我哋冇花到一毫子啊，係政府俾錢嘅，依家係。